Zombie Apocalypse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米，今天要来介绍一款魂类游戏《鬼灰天觉醒 V and Fallen's Awakening》，由 Floatonic Studio 开发兼发行，于2023年5月11日上市于 Steam， 售价为免费。V and Fallen's Awakening 是一款类魂类动作类 Boss 战游戏，以扮演 On Fallen's 文明的幸存者，使用幽灵镰刀挑战冷酷无情的守护者 Boss。当你从地下流放归来时，一个破碎的世界正等着你。曾经繁荣的 Influence 文明现在已成为废墟，只留下无情的守护者来攻击你。穿越这个堕落文明的遗迹，利用你的技能战胜激烈的头目战，唤醒你真正的力量，夺回失去的一切。游戏的动作战斗极具挑战性，需要你掌握不同攻击动作的距离，利用闪避正确应对 BOSS 丰富的招式，在强敌之下生存，感受灵魂镰刀击中敌人的立体感。通过流畅的动画、逼真的音效、视觉效果、画面抖动等方式参与到激烈的战斗中，你可以选择任何适合你的控制方式来玩。无论您喜欢键盘和滑鼠还是手把，你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游戏风格。该游戏使用高质量的图形效果来营造独特的氛围和充满细节的角色。关于开发人员， Floatonic Studio 是一个由学生开发者组成的团队，他们在六个月内创作了 V and Fallen's Awakening。 尽管内容紧凑，但开发人员旨在为玩家提供具有独特且具有挑战性的 BOSS 战斗体验的最佳质量游戏。通过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协作，该团队制作出的游戏完全不亚于大游戏公司的制作呢。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游戏的话，赶紧手刀加到愿清单中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或是想要更多游戏介绍，请帮我按赞并且订阅，你的鼓励与支持会是我继续制作的最大动力。如果你有任何想说或者想补充的，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及意见。